亚洲狮王那个就是魔法亚洲狮，还比变出的多，比变出的好。这个佛教徒，人家这个印象，嗯，佛教徒是好。我奶奶都不做事不动，佛教徒坏得很。我们这个总是处理不好，因为有的时候就讲，比如说这个这些名啊地什么的，我觉得自己好像给他看得比较淡似的，这样做一些事情也就不愿意去做。不对，这是要做，不是为了利啊，不是说我可以高高的提拔别人，不是，我要多做事是你尽我的义务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修法就是要这样做，做事业的发脾气，是做事情讨厌我，那你一点不自责。修佛法就是去学施舍，不要一切我不要，不要名不要利不要身份不要，但是我的事业不做利益众生。你说我这个就是平常不愿意做事，是这个首先我觉得没有这个愿心，没有这个愿心，然后呢那些要发大愿能力也现在要发大愿、所以他们今天讲嘛，第一个叫菩提心印，什么叫菩提心印？发大愿心啊，四弘四愿啊，就菩提心印啊。哎，四弘四愿啊，众生无比四愿度，你看，无比众生不要度，烦恼无尽四愿断，烦恼要断不断，法门无量四愿学，我要一切都好的方法都学好，都做足，菩萨无上四愿成，菩萨最高的，我一定要达成。这成功，做功德就为善，就为功德，度众生，做好事。所以你教书教得好就为功德，是你责任嘛？应该教得好，应该多做。这是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要度菩萨，自觉觉他，自度度他，这是菩萨。要为众生服务，敢为孺子牛者，鲁迅讲的，敢为孺子牛，啊，那才是对，才是菩萨道，菩提心，要发这个大愿，你不发这个大愿，不能成佛，想成佛人一定要有大愿，因为你不度众生，福德积不起来呀、刚才说智慧福德两具足，两足尊，福德吃不动，接不动，福德从天上掉下来。为众生服务啊，尽力服务，牺牲自己啊，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，斗生斗死，为众生服务，建立功德成道，是两个念头这样子。有等到我们特殊修复啊，要这样子。是要发大愿，要做事，不做事，做了成个鬼，不能成个鬼。